家人们下午好哈。下午给家人们推荐一款这个新疆新疆和田籽料独子哈，独子，然后苏州名家工作室的一件作品哈。这个是有求必应神钟馗钟馗抓鬼哈。底下我们运用这个俏色皮色的这个俏色巧雕哈，雕了一个这个小鬼啊。那我们可以看这个钟馗的这个形态哈，他的这个开脸哈，完全是这个苏公苏公名家苏公苏轼的一个开脸的一个形式啊。那我们看这个皮色非常的老熟哈。非常的老熟哦，整个皮壳皮色真的是非常棒的哦，等于是一个比较天花板级别哈、哦，比较高端的一件精品哈、哦，一件精品。那这个毛孔我们清晰可见哈、哦，非常清晰哦，非常这个细节哈、哦。质地非常细节的这个壁纸跟这个毛孔哈、整件作品非常饱满哈、非常饱满，可以当一个小手件，也可以佩戴来做当成一个大的一个挂件哦。那价格方面，我们也是给到家人们哈、非常非常实惠哦，非常实惠，非常超值哦，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哦，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。那有喜欢的家人哈、可以来跟我们洽谈哈、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。